我们要带来祥思县队带来我们今天政府组团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欢迎来自我们桃园大溪在地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龙狮团体，欢迎我们所有的师兄弟在今天庆赞我们大溪内栅的蓝色创社100周年庆，我们的社庆绕境大典，并恭祝关正恩主1865周年圣诞前秋平安绕境大典，带来我们的祥思县队，欢迎我们桃园玄圣团，我们的祥思县队莅临。准备拍照，准备合照来。